己站起来。我要回家。回家，咱们现在就回家。啊，回家，回家。安秋帆，去给小峰打个电话吧。毕竟大哥回家是件大事，让小峰这个周末回家一趟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打。哥差不多也快回来了，要不然咱们俩到楼下去接吧。行，咱们走。慢点啊。看，他们在住那儿那个楼。大哥，大嫂，大哥，能站起来了。哎，机会，让大哥自己来。来，二姐，我来。一点都没变吧？这卧室，我去给大哥烧壶水啊。哎，好。我帮你，小慧。醒醒，醒醒，快醒醒，你快醒醒。你是谁呀？我是王文雪，我是顾刚的朋友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你就这样走了，顾高和孩子很担心你。跟我回去吧，好吗？我对不起顾高，麻烦你告诉他，别担心我，也别为我难过。我刚才还在这棵树下许愿。在这儿。
大嫂，你要走啊？啊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小慧，等刘范回来了以后，你得叮嘱他，你大哥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得扶一把，别又摔着了。哎，行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去。来，我不让你走。 大哥，大嫂一会儿还回来呢。大哥，我跟大嫂到楼下去说点事儿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小慧，你帮着照看一下大哥。早点。 我觉得我真的没脸在这个家再待下去，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，我对不起你大哥，对不起小凤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大嫂，大家都原谅你了，原谅我，真的能原谅我？ 真的不，我说你，这大哥出院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啊，这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压在你身上，我还跟这躺着，我哪躺得住啊？让我出院吧，啊？那也得等你的伤全好了再说。真的好了，慢点啊。 你不说出差了吗？这是怎么的了？啊，对呀，我不出差嘛，然后那个，一个歹徒把我的钱包抢了，然后我就跟他搏斗，受了点小伤，啊，没事，都好了，不用您看。哎呀，是怎么回事吗？妈，对不起，当时我是怕您着急，所以就。 没跟您说，您可不能怪刘云啊！您不知道我住院这一阵子，把我伺候的那叫一个好，忙里忙外，忙前忙后，我觉得自己跟度假一样。哎，你发点长胖吧。这张照片你看你那会儿多瘦啊！我想知道小峰去哪儿了。他在学校呢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啊，爸。 小峰，爸，你好了，爸。小峰，那个，我先给你们做点饭啊。 妈，我来做饭吧，你去陪我爸爸。你刚从学校回来太累了，你去陪你爸爸。妈，你去陪我爸爸，我真的长大了，我会做好多菜的，我会炒土豆丝，我会做番茄炒鸡蛋，同学们都很喜欢吃的。你就去陪我爸爸，快点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 长大了，我。
小峰不分开。对，咱们不分开，咱们再也不分开了。这衣服给我看一下呗。我们这里呢是女子形象设计中心，所以呢你要是帮朋友带一件的话，我倒可以给你一些参考意见。这在我二姐家上班，这口才倒进展不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啊，找你有点事情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把贝贝接过来。我同意啊，不过孩子的姥姥和姥爷他们是怎么想的？他俩是有点舍不得，但是两个老人照顾孩子毕竟不方便，再说了楚青也不在，我就想我多照顾一些。你这还要征求我的意见吗？其实我早就想把贝贝接过来了，再说了毛毛也好有个伴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一次我们公司碰到了营运上的瓶颈，我必须负起责任，是我在决策上出了失误。不过今天我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，我们公司正式突破瓶颈，重新营运。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公司还有对我顾刚的支持和鼓励，谢谢。咱们撤诉了，楚青就可以不用复习了。叶凡，你不会有什么想法？我没什么想法，我跟小慧过得挺好的。再说小慧她人挺豁达，她能理解。那就好。她对贝贝呢怎么样？她对贝贝跟自己孩子一样可亲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姐，你也别为我们的事情操心了，你也该为自己想想。对了，你跟姐夫现在怎么样了？也是啊，到了该面对的时候了。你说你要放弃顾刚，哥有点不明白。我想明白了，其实一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替顾刚着想过，一直在难为他，在逼着他做出选择。现在我才意识到真正爱一个人不是这样的。可是哥，我想通了，真的想通了，而且我还觉得你对我嫂子吧也不能够。哥懂的，放心。我不是说让你放弃他，我的意思是得更积极更努力，但是要换一种方式。嗨，你懂的哥也懂，咱俩什么关系？兄妹。来，哥接你一下。我妹终于开窍了。哥，我祝你幸福。你也是。嫂子，我来帮你。嫂子，你不觉得我最近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你最近变化挺大的。我以前就是太和自己较劲了，那种不好的情绪也会把身边的人给吓坏的。其实很多事情就像手里的沙子，你攥得越紧呢，可能沙子就流失得越快。嫂子，不管你心里有什么想法，你都要说出来，至少说出来之后心里会舒服很多。
我在上面等你。谢什么？看来我们从认识到现在，你都不了解我。我去找杨宇，不但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就算是我的一种感受吧。你为杨宇所做的一切都是不求回报的，我也一样。不管我做什么，我都不需要你的感谢。我只是想把他找回来，不让你难过。仅此而已。合适了吧？合适，好看。哎呀，我说你有钱没处花了是不是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衣服有的是，不用买。你看你，您看我像多了钱没地花的主吗？这是刘云给您买的。刘云买的，挺贵的吧？老贵了。哎呀，你说是咱们家欠他们家的，还是他们家欠咱们家的？您这境界有待提高。什么他们咱们？那王可他妈。什么时候结婚呢？结婚？谁结呀？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咱们俩有代沟，没法交流。对，有代沟。今天我想去妈妈那儿，因为妈妈说在网上给我买了一些书。买啥书了？我想妈妈了，今天我还有好多话要跟妈妈说呢。哦，又想去你妈那儿了，是不是？嗯、那今天晚上就别回来吃饭了，住那儿吧。小姑肯定有小姑。咱妈又嚷嚷什么呢？小姑，嘿，小可爱。瞧你那大嗓门，离老远我就听见了。怎么了？不做饭想偷懒啊？这不做饭我吃什么？吃，你就知道吃，你自己会做。哎呦，你以为我真是来蹭饭的？我是过来陪您的。什么陪？你以为我稀罕你们陪啊？你说你们两个，一个离了，一个不接，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啊？走了，找你妈去吧。咱妈说了，跟我有代沟。妈，我真同情你生了我们这两个，要不然我先给您找个老伴。明个周末让王可多睡一会儿吧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。
哎呦，明天早上8点我得去看店面，要不我走之前把早饭给他做好吧。哟，那哪行啊，那等王珂起来早点都凉了都。你看要不这样吧，你要不介意的话，你把家里钥匙给我，我明一大早赶过来。哦，这样好。啊。那。那我走了。嗯。我还是送送你吧，顺便跟你说说话。好吧。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哎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！啊！崴到了，崴到了。啊，没事儿。你先用这个敷一下，我买冰块，你坐着别动啊。受伤了，怎么样？严不严重？啊，行，我现在跟文雪看店面去，什么状况到时候我再告诉你。哎，别操心，安心养伤啊。哎，哎，来了来了，怎么了妈？瞧你这火急火燎的。哎，你说，你哥昨天晚上一夜没回来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他能去哪儿？我哥这人可真过分，那一夜不回家也不知道给你打个电话呀，真让人操心。我倒是觉得他不回来吧，这就说明啊，他说明什么？老太太你想什么呢？啊，你的意思是我哥一宿不回来肯定是住在我嫂子那儿，跟我嫂子和好了。这不就创造机会了吗？哎呦，电话，问问他在哪儿。这不创造机会吗？打什么电话？我可不打扰人家。打一个，打一个，哎、我不打。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好，瞧你急的，真是。来，吃喽吃喽。哎，今儿爸哪也不去，就在家伺候你们俩。真的、啊？真的。君子一言，8匹马都追不过来，知道吧？吃吧。喂，来哥，你在哪儿呢？这一宿不回来也不给妈打个电话，妈都急死了。我在你嫂子那，她脚崴了，我照顾她。啊，脚崴了？你不会就因为这个故意赖在我嫂子那儿不回来吧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哥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嫂子脚真的崴了，你跟妈说一声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好，你不用回来了，妈说了给你们创造机会。行了，挂了啊。好，快吃。哎，那我们改天谈签约的细节啊。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你挺忙的，我自己打车走就行了。没事，我送你。
面呢有个咖啡厅，要不我们去喝杯咖啡吧？不了，我嫂子脚崴了，在家休息呢，我还是到店里去看一眼吧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最好去我嫂子家一趟。店面的事儿，你尽快跟她商量一下，早点把它定下来。哎，来了，你给我提着。别，你可别逞能，你可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。我都好了不是吗？我是怕你累坏了，我还得伺候你，我又不会伺候人。来，你放心，我不用你伺候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我就是。你笑什么呀？我是你后半辈子的拐棍。正给你发短信，你找我有事儿？我想请你喝咖啡。笨死了，爸教你啊！你看，把这个后面这老的，哎，就像爸那么老的扔掉啊，把这个嫩的就留下来啊，还有把这个老黄花啊，就像你妈那么老，也扔掉啊，来就好了啊，快点啊！哦，哎呦我。都烫成这样，你还乐气又吃了一口？怎么了？我看看，起泡了，起好几个呢。漂亮吗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来拿药去。哎，不用，没事。哎，你来了，来进来。嗨，你买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小可。跟我买药膏去，快！我的爸都烫成这样了，我去买药膏去啊！你们聊吧，啊，走。文凯好像变了很多。嗯。我今天来找你，主要是来看看你，有些事儿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正好，我也想找你聊一聊呢。怎么听你这么一说，觉着我哥和嫂子
这么狼狈呢？但是。但是什么？我感觉。很温暖。是很温暖。走啦。最醒目的位置，如果你接受，就打开衣柜带上它；如果你不接受，那就让这个钻戒永远待在那个角落里吧。去老房子吃顿饭，就这么高兴啊？当然了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就不该高兴吗？跟你开个玩笑。哎呦，玩笑。嗯，来，你干嘛？换上。我也去啊。当然了，刘云一再告诉我，一定要把顾叔叔请去。哦，你还要让人刘云八抬大轿把你抬过去呀、啊？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说我去合适吗？您不去合适吗？行，我听你的，去去，来换上。奶奶，你看我漂不漂亮？哟，真漂亮啊，孙女儿。妈啊，您也去。您就穿我给您买的这件红衣裳去。哎呀，我可不去，你们一家三口去吧，我不跟着凑热闹了。张姨都去啊？张姨也去啊？啊，张姨肯定是要去的。哎呀，
那我得考虑考虑去。哎呀，奶奶不用考虑了，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嘛。啊、对，是，我还真想你张姨了。那我穿那红衣服去。好啊，走，我收拾收拾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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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，王可也去啊。嗯。那我得去，据说这小丫头语文不错，我得请教请教。嘿，怎么听你这口气，你跟长辈似的，还小丫头小丫头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小可的亲姑姑，你要是欺负她的话，我就欺负你爸爸。知道了。好了，上车吧。爸爸，应该是你和王阿姨坐在一块。小东西，快上车了，走了。我妈怎么那么磨蹭啊？看看小峰。妈，妈，妈，小峰。哎，妈。完了完了，你爸怎么不见了？我爸不在家吗？没有，楼上楼下找的都没有啊。刚才不是还在呢吗？谁知道？你说找我吗？我在这儿呢。哎呀，爸。怎么自己出去了你？大哥，我来帮你拿吧。你怎么自己就出去了啊？吓我一大跳！我去买蛋糕了，大家吃，我也吃。好，一大家人等咱们呢，快走、嗯、啊！走。我说两句啊，原来嘛都是你们家二姐做主，轮不到我说话。可这风水轮流转。二姐夫也能当家了。这个今天这顿饭意义非比寻常啊，因为这个老房子要拆了，这顿饭是为了告别老房子吃的，所以咱们告别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来干一杯。哎，你等等，领导先说。其实今天吧，吃这顿饭也不光是为了老房子拆迁，我还有两件事儿要跟大家公布一下。大哥大嫂走到今天不容易，还有刘帆、小慧，你们两个也是，咱们这一家人能走到今天真的是不容易。刘云，我能说几句话吗？我这心里的话要是不说出来特别难受。是大家都不容易，可是最不容易的是你刘云，真的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大家怎么可能聚在一起吃这顿团圆饭呢？全是你的功劳。如果我当时有刘云的一半好，我想我们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过得红火。哎，大嫂说的对，咱从今以后啊，都要向刘云同志学习，向刘云同志致敬。讨厌！哎，行行行，不多说了，赶紧吃，赶紧喝啊！来，等等，文凯，我也想说两句。其实今天我最高兴，因为没有你们，我早就死了。不许这么胡说！今天，就让我把话说完。是真心话，如果没有你们，没有小慧的照顾，我早就死了。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你们，我的兄弟姐妹，谢谢你们。大哥的健康，干一杯！来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来来来来